同一个洗手间拿出了一个我使用过的碗肠，然后问我说这个是什么。说是 Marky 哦，啊，我也不能说是我，然后整个就很尴尬，就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他拿那个干嘛？后来呢，我跟这个男生就真的是有交往，然后我就发现到说他就是很，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他很想看到我一些很糗的事。他的形象很不适合用，就是对，我很不适合，对，所以我常常在这种，比如说，这是 Marky 用的吗？不是啊，他是你，真的是你，是我啊。你现在电视上面讲这件事，完全豁出去。因为这是我觉得我最糗的事情，所以你现在还有在用吗？有的时候啊。你弄头发是什么意思？还想装头发很浪漫吗？我觉得很丢脸。那是你的时尚单品吗？那是我很，那是我出国的花，对不对？我出国就 bling bling 的。出国必备用品，食物很重要。所以你觉得男生发现这件事很丢脸？我觉得很丢脸，因为后来可是那个男生显然不介意。你没有，后来他就是这件事用，他也没有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有一天他跟我讲说，就是你 baby 要不要带你去看那个肠胃科这样子？等一下，根本就在注意。他就是比较近的一个人，就是他会注意你说，然后他说要带你去看医生，然后可是他从来不提这个晚肠的事情。那你还是觉得尴尬吗？我还是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会觉得要不就直接问我，我会觉得还比较打开一点。可是用暗示的方式，会觉得哈，那你是不是讨厌我，或者是不能接受我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现在一个人如果静静回想，还是会心头一紧吧，想到那些丢脸的 moment。会很后悔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折磨自己的人。而且我当时就还很气嘛，有时候为什么不把我的碗肠收好？因为我那时候在顾那个泡面，你知道吗？就是要把泡面收干净。而且他们要上来的时候，我还把那个泡面，就是因为我要倒在那个，你知道吗？倒在那个马桶，那一倒有一点滑掉，然后很像拉屎一滩。忙的在那收啊收啊，对啊，然后就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就没有把碗肠收好，而去弄那个泡面？而且如果那男生看到又有拉屎又有碗肠，他肯定很痛苦。我觉得你到底肠胃状况是怎样？暧昧的时候很 care 这些小细节，没错。我觉得你太折磨自己了。他既然会问你肠胃，他就是很关心你啊，他不好意思说破而已。可是女生一定都会这样的，他就是对，可能觉得我的要面子的问题吧。OK， 对，好，谢谢你，小心。好，我们只剩一位，就是那个新的性感女神吗？是不是？对，是我。好，欢迎瑶瑶。好，对，那我要讲的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算是一个非常大辣辣的人，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忘东忘西，然后我对于男朋友又非常的坦诚，所以对于男朋友他就是我都会跟男朋友讲说我的前男友的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也爱问，那他问我就讲，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男朋友的事情，然后男朋友的名字啊，或者是说我会，因为我跟前男友就是还会是朋友，就是还会有联络，所以我现在的男朋友就也不是现在，就之前比较近的那个男朋友，就跟他有接触这样。然后有一次就是我的那个比较新的那个男朋友，他就送我了一个礼物。然后因为他常常送我东西，我都很容易就莫名其妙就弄不见了。然后那一次他送给我一个就还蛮贵重的一个水晶的一个手链之类的，结果莫名其妙一个不小心，不到一个礼拜，我把它弄不见了。然后他就整个火都来了。我都来了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办，我真的就是怎么可以那么的笨，就是什么都忘记了。我就跑过去说，哎，拜托你原谅我啦，怎样怎样的，就他都有点还是非常的生气，于是我就脱口而出，我就叫他的名字，我说哎，就他就翻过来看我说你说什么，原来我把他的名字叫成之前那个男朋友的名字，他怎么火都来了。我说讲错名字吗？他说：“对你讲错了，你讲到别的男生的名字。”你很丢脸，丢脸，真的超级丢脸的。你这是恋爱超级大禁忌耶！你干嘛跟男友聊前男友的事？是他很爱问，然后又觉得当然不能讲啊！你连名字都讲了，是最笨的。但我觉得最笨的是我把他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弄不见，所以你根本不在乎他。一边吵啊，一边吵。一件一件的就消失了，你一直讲肉，不是肉，一件一件的弄不见，他就火大，你知道吗？你现在慢慢要准备追你吗？你还会自己后悔？对，
对，我就把他名字叫错了。这个很犯忌。没有，但是他后面他就很生气，然后因为我就刚那时候我就有点恼羞成怒了，我想说有什么关系？你上次还不是他上次有次要请我的时候，是就他叫成把我叫成我姐的名字。天哪！我都跑回听，我说哈谁啊？他也叫错名字，所以他在偷偷爱你姐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就很火大啊，是赏他一巴掌。但我自己也有叫错他的名字很多次了。好，我觉得今天比较对不起的是丁小晴啊，觉得他的故事就是再给他扣几分。没有，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觉得人不要逃避现实，而且真的遇到这种状况，总是要解决啊。而且用完场又怎么样？对，又怎么样？你说吗？好，那我们打一个停顿，这样把整个群体吹起来。用完场又完场，吹得起来。好，谢谢各位哦，谢谢。做好，因为林文老师，就是没有之前那么亮，很暗沉。你还敢讲我？你痘痘那么多。林天来小弟，中天综合台。